但是攻击是什么？刷那个，在刷手的那个脚，在手在里面。台高岛的按摩椅，3月2号购买送来的，今天是3月20号，使用了18天，使用的心得来讲，跟上一台辉夜比起来，这个脚部的按摩的力道真的是太强了，强到有点受不了，所以每次都要把这个气压的力度调到最低，其他还好，可是这个按键萤幕太小了，不是使用按摩椅的人年纪都会偏大吗？那你萤幕做的这么小给谁看啊？那其他使用起来还好，还算满意。这个就是18天来使用的心得，整体来讲还不错了。